万一明仔嘛，要头一届来审查代替公司，而且公司化，而且出案啊，代替的产业工会今仔就举行记者会，要求伫安全条例无看到落实的状况之下，专案无应该硬要过关，强调讲已经杀出调解，啊，五月七劳动节因是拒绝加班，要动员参加五一的大游行。黑箱条例莫闯关，黑箱条例莫闯关，五一凯道真平安，五一凯道真平安。话口号，希望各界重视代替公司化的争议。这几年来，代替小连锁发生破油马事故，还有泰罗哥事故，造成乘客重大死伤。加速政府决心要来杀动代替公司化的力头。伫个三月，行政院把这个代替公司化的设置条例草案送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，在初七头一遍来审查。代替工会在初六来举行记者会，定性落实安全改革、劳资产减负制、产业民生三项参与，还有要求政府要提悬待遇、共工共酬、保障劳动条件这三个因准。要求三个参与，在普悠玛事故之后，这个三个参与的部分非常的重要。那同时也有三个承诺，那这六点我们也分别已经送出了劳资争议调解。如果是真的为台铁的行车安全要希望有保障的话，那应该就要同意工会的诉求，签下白纸黑字。要若伫三月正院班出炉了后，代替工会真紧嘛来公布对照版本，透过立委提出审查。工会要求伫安全条例还未落实的时阵，专案无应该硬要来弄关，除了工党已经杀出来调解，伫个五一劳动节卖拒绝加班，动员来参加五一大游行。我们会在五月一号劳动节的时候，我们台铁产工会举办，会跟着五一的劳团的行动一起进行一个游行的活动。那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员工要来参加。另外，我们也呼吁企业工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游行活动。工会强调讲，目前发起五一拒绝加班的这个连续以来，在短短两礼拜内就收到上千份的同意书，数目还搁在增加。呼吁员工做伙来响应，安尼通让政府听到代替基层的心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